如果你装了智能开关，你的 LED 灯它即使关掉了，还会微亮。LED 关掉还会微亮。下，现在是恒亮的状态，现在它的灯还是恒亮。然后我们把它这边移开，然后不要去接触到金属的部分。现在通电状态它就不会亮了，我们再把它接触，没有，它亮了，不会亮，亮了。不会亮，好，那我们知道原因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现在已经不会亮了。我们做指纹处理，就把它跟铁隔开，跟金属隔开，它现在不会亮了。好，我们控制一次哦，它亮了，有没有？亮了，关起来，不会亮了，就把电灯关掉，有没有？已经不会亮了。那反光是我萤幕的电灯，现在已经完完全全都不会亮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把电灯打开，有没有？亮了，解决这个的办法，它会微亮的办法，火线零线没有接错，那就是把它隔绝，跟金属隔绝就好了。